哎呀！好大声啊！喂，啥也听不见了，现在。啥也听不见了。什么？聋了。他怎么不出声啊？对呀，可能已经只能我们两个奋斗了。走了。等一下，我们好没有默契啊，杨教练。这么开心？这是。王子和他的跟班们，请泽林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规则。今天呢，我们全场将会分为三队进行比拼，在七名王子当中呢，潜伏着两名青蛙。呱呱呱！在每轮比拼胜利的队伍呢，公主会获得一条关于青蛙的线索，然后公主呢会根据线索来决定是否更换本队的队员。在整场比拼结束之后呢，没有青蛙的队伍呢获胜。 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这不愧是大眼睛，有卧底吗？哦，大哥，大哥，你回来就卧底啊！演的好逼真啊！王子与公主这种主题都要弄卧底进去，只要你回来，怎么都得塞卧底进来是吗？哎，你这个人好小气！你这个人好小气！你好，比划一下。你这个人好小气！你真的好小心。 一个好讨厌，你这个人好小气，三个字，三个字，铁公鸡，回答正确。哇，这也行。年纪大了就会怎么样？什么？老年人看不见，看得不是很清楚。啊？什么？啊？少一点，少一点。老年人，麦粒肿。 隐形眼镜，眼镜，墨镜，太阳镜。比划一下，比划一下。花。三个字。眼睛。老年人的眼睛。老花眼。对了，对了，好。戴美瞳。花痴眼，花痴眼。两个字。手机，手机拍照。 两个字，手机自拍，画皮，P S 调颜色，照片，P S 调颜色，相机美颜，换一个另一种说法，相机美颜，换一个另一种说法，照相自拍美颜修图，合照，整化妆补妆镜子，不是拍完了，拍完了。 皮配，滑稽，解锁，选什么？对了，好，那观众朋友，我们看到了，对，我们看到了，有个发现，这里应该下面。我特别希望我们队能抽到这次，怎么的？因为你很想证明自己的清白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排斥我，他们非常排斥我，他们老，哎呀，我们俩，就是一副蛙相，眼睛太大了，然后那个超越妹妹，你们队派头是大哥，对不对？信他吗？哎，我是背周深慧，要背公主了，只能背公主，你礼貌吗？你礼貌吗？现在各队可以来到指定的位置了，来来来，有三片荷叶，闻闻这队就在这儿好了，大哥你们队来这儿，子夜你们队在这儿，你不会背不动我吧，弟
了。我也知道是这边是左、啊。请王子背起公主。好，可以了。请王子原地转五圈，开始。一、二。哎，有点晕了。三。我也不太行了。孟非晕了呀？谁晕了呀？好，可以了，来，开始。怎么稍微点那边直走直走啊！快快快！
左。好，现在两队已经挨得非常的近了。在左，转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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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，小心。请说出三个古装剧中的武器名称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天。啊。天。三二。天。一，时间到。天什么啊？你想说的是方天画戟吧？怎么是天开头的？那不方吗？这不怪我呀，怎么都是公主自己害自己呢？请说出三个名字里有方向的艺人名。韩东君啊，林什么？韩我听见了。韩东君。韩东君漂亮。好，韩东君。韩东君一个。王。王什么？王谁呀？王二狗。王西。王西北。王三二。王西林。一。王西林。小西林你不认识吗？我知道王诗林。王西林哪位啊？王诗林是 Angela 呀。对啊，他王西林谁啊？王西林搜一搜有没有王西林。也不可能有吧。要是这个有了怎么办？我会为二狗打抱不平的。来，请选一个数字吧。来，你选吧。三。三走。请说出三首影视剧 OST 的歌曲名。三二一，很容易啊，开始。红。完了，他不知道。陈。红尘。滚。滚。好，一首，还有两首。那个影视剧之否。知否。漂亮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首。来。知。知词。哇。开。好开。过关。哇。那个红尘滚滚是错的，是滚滚红尘。啊！关键我刚刚看到孟子义在那儿，但是我实在是哭不住了。孟子义已经把最近最难受的事情都想出来。以我多年当卧底的经验 ，OK， 来听听看大哥的总结。以我多年当卧底的经验，我感觉我其实从一开始就感觉大勋势，然后第二把说那个运动的那个热身那个，因为我真的就看到。弟弟热身是热的最那个什么的最起劲的，所以我当时我还不敢相信，我弟弟是你呀、啊，我真不是。就你的怀疑对象是大勋哥和弟弟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好，三、二、一，来。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打，我冷的眼泪更把你换成一块。就是谁是蛙？是赖他们，是不是？你看，我就说我不是蛙，没事吧？没事，赢了。太难得了。所以最后的两只蛙就是丁程鑫、魏大勋。你们要相信一个卧底的直觉。好，星期六，下节更精彩。